自然法与两个国度，改革中社会思想发展研究，作者大卫凡卓南啊，今天分享第二章，改革中社会思想的先驱。自然法和两国论神学并不是在宗教改革时期突然间凭空产生的，这一套思想体系根植于漫长的教会历史。在宗教改革之前的1000多年，在教会界，人们就长期而深入地思考着人对上帝的律法的认识，以及基督徒和世人的关系，还有教会整体和公民社会的关系，尤其是教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这些问题在教会界经历了1000多年的思考。自然法和两国论神学是基于对这些问题的反思而产生的思想体系。这些思想的基础是基于上帝启示的圣经。谈到两国论神学，首先要谈到奥古斯丁的双城论。在奥古斯丁之后的很多神学家讨论两个国度的时候，都或多或少地从奥古斯丁的双城论中汲取了灵感。奥古斯丁的双城论非常复杂宏大，而它的影响力在历史上也是无与伦比的。奥古斯丁的双城论主要是从他的神学巨著《上帝之城》当中总结出来的。奥古斯丁讲述的两座城称为上帝之城和地上之城也有一些英文翻译把它写成是 City of Man， 直接翻译是人类之城凡卓南也使用人类之城这个说法，但是接下来我会使用地上之城，因为地上之城这个词更接近奥古斯丁原始的用词。奥古斯丁只是偶尔使用了几次人类之城这个说法，在更多的段落中他使用地上之城这个说法，所以我们接下来就用地上之城。根据奥古斯丁的说法，上帝之城就是天上的新耶路撒冷，是由历史上所有真正敬拜上帝的人组成。在新约时代，基督徒就在这一条朝圣之旅上组成了上帝之城，他们在通往永恒国度的路上，他们作为客旅寄居在这个世界，这是上帝之城。而地上之城则是由作恶的人和那些拒绝上帝的人所组成，地上之城注定要在地狱中永远沉沦。每一个人都属于这两座城当中的某一座，一个人要么是上帝之城的一员，要么是地上之城的一员。对于奥古斯丁来说，上帝之城和地上之城彼此之间存在着本质上的矛盾和末世中的张力。基督徒属于上帝之城，非信徒属于地上之城。一个人不会同时既是地上之城的一员，又是上帝之城的一员。在这里我要添加几句解释，因为我们经常说基督徒既是天国的子民，同时又是世上的国家的公民，基督徒有双重身份尽管地上的公民身份是暂时的，而天国子民的身份是永恒的，但是当基督徒活在世上的时候，暂时拥有双重身份这是我们今天的说法。但是在奥古斯丁那里，当他谈到上帝之城和地上之城的时候，他不承认这种双重身份，因为奥古斯丁所谈的两座城不是用社会制度来定义的城，而是属灵意义上的城当我们说基督徒，今天的基督徒在地上是某个国家的公民，当我们这么说的时候，这个公民的身份是一种社会制度的设计，从社会制度的这个层面
啊，奥古斯丁那个时代生活在罗马的基督徒啊，他们若是罗马公民，他们的确也有一个地上的国籍。但是奥古斯丁所说的地上之城，不是用社会制度设计出来的国家或者城市，而是指的一个属灵的群体。从属灵的群体这个层面来说，一个人要么是在亚当里，要么是在基督里，要么将来在永恒的天国里，要么在永恒的地狱里。这不是社会制度设计出来的国籍，而是一个属灵的归属。所以虽然基督徒从社会制度的设计上来说，我们会拥有一个地上的国家的国籍，同时我们在属灵的层面又是天国的子民。但是奥古斯丁所说的地上之城并不是制度化的国家，它指的也是一个属灵的意义。所以从属灵的层面说，一个人要么是上帝之城的公民，要么是地上之城的一员。好，我们继续回到樊卓南对奥古斯丁的双城论的总结和论述。基督徒当然属于上帝之城，那没有重生的非信徒属于地上之城。这两座城存在着鲜明的对立，以两种不同的爱作为标志。奥古斯丁粗略地把教会当作上帝之城的体现形式，粗略地把世上的政府视为地上之城在这个地球上的体现形式。但是这两座城今天却混杂在一起，非信徒也会参与教会的活动，而信徒也会参与社会的活动。虽然基督徒只是上帝之城的成员，但是他们也可以参与国家和更广泛的社会活动，并且在地上寻求相对的和平，并且利用地上之城里面的某些事物来实现追求上帝之城的目的。但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奥古斯丁把上帝之城和教会联系在一起，并且说教会是朝圣的上帝之城，但是教会和上帝之城两者之间还不能画等号，因为在教会中也会有很多假信徒，而假信徒本质上是属于地上之城，不属于上帝之城。尽管奥古斯丁把地上之城和公民社会，尤其是当时的罗马联系在一起，但国家或者政府机构还不能够和地上之城完全画等号，因为在国家和公民社会，基督徒也会在其中工作。所以地上之城和上帝之城两者之间的对立啊，在这个世界里并不容易用肉眼看得到，因为这是一种属灵层面的对立，也很难在空间上或者按照地理位置给它划清界限，因为这是两个属灵的概念。这两座城在历史的时空里会交织在一起。樊卓南对奥古斯丁的双城论总结了两个主题。一个主题是这两座城在属灵上是对立的。虽然两者在时空中交织在一起，但是这两座城有不同的属灵性质，在永恒里也会有不同的结局。这种思想其实早在第一世纪末或者第二世纪初的教会历史的文献《十二使徒遗训》当中就有所体现。《十二使徒遗训》指出有生与死两条路，两者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这份文献说有两条路，一条是生，一条是死，这两条路之间有很大的区别。这两条路显然表现着不同的特征，有不同的生活方式，两者需要彼此分离。爱上帝和爱邻舍的诫命就包含在生命的这条路上，而死亡的道路上则是充满了各种的罪恶。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早期的基督徒认为自己需要过与世人迥然不同的生活。基督徒与世人的对立并不是一种对别人充满了敌意的心态，而是在属灵的本质上截然不同。基督徒立志过与世人不同的生活，追求与世人不同的目标，因为基督徒与世人有不同的身份。这种属灵对立的思想在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中也有所体现。信徒和非信徒之间存在着属灵上本质的对立，这种对立是奥古斯丁的双城论的思想核心。上帝之城的子民把独一真神视为创造者，而地上之城的子民却偏爱自己的假神。这两座城的人表现出不同的生活方式，一种随从圣灵，一种随从肉体。虽然地球上有很多国家，但是整个人类社会从属灵的层面来说只有两座城，上帝之城和地上之城。奥古斯丁将这两座城置于对立面，他说两座城是由两种爱形成的，地上之城实践的是自私的爱，甚至藐视上帝，上帝之城实践的是上帝的爱，甚至藐视自我。这两个城的特点不仅仅在道德上是对立的，两者在永恒的结局也是对立的。奥古斯丁没有提出任何中间立场，一个人只属于一座城。樊卓南也写到，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还体现了另外的一个主题，叫做 commonality， 啊，可以翻译成是共通性或者共同点或者共通之处，我们在这儿就把它翻译成是共性。两座城除了对立之外还有共性。基督徒虽然和世人有所不同，但是基督徒仍然生活在世人中间，与世人共存，一直到我们离开世界。其实这个思想在第二世纪的另外一封基督教历史文献《丢格纳妥书》当中就有体现。在《丢格纳妥书》这封书信的一开头，就有一段引人注目的段落，作者就描写了基督徒如何与非信徒分享很多东西。他写道，因为基督徒不能在国家、语言和某些习俗等方面与其他人区分开来，基督徒不能够生活在只有基督徒存在的城市，基督徒不能够使用别人听不懂的特殊语言，基督徒在衣着、食物和其他日常生活方面遵循他所在的国家的习俗，基督徒会像非信徒一样结婚，像非信徒一样生孩子。这绝不意味着基督徒融入了世界或者被世界同化，基督徒只是作为寄居者和客旅而拥有这些与世人的共同点。基督徒真正的身份是天国的子民，但因为他们暂时寄居在世上，所以他们遵守他们所在的城市的法律，他们所在城市的非信徒享有这些共性。当然，丢格纳妥书也谈到了属灵对立的主题。当奥古斯丁撰写《上帝之城》以前，强调基督徒和世界之间的对立的这个主题会占据教会的主导地位，因为初期教会的300年历史当中，基督徒受到了严酷的逼迫，当时的罗马包括犹太教并不欢迎基督教，所以属灵对立自然会成为那个时代人们认同的主题。但是当君士坦丁皇帝皈依了基督教之后，情况就改变了。罗马帝国对基督教的宽容和友好改变了基督徒的遭遇，基督徒逐渐的不再认为这个世界是一个对基督教充满敌意的地方，
甚至很多基督徒更为乐观地认为，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之后，罗马帝国如同是基督教化的国家，好像罗马成了上帝的国在人类历史中的呈现。第四世纪著名的教会历史学家尤西比乌斯在他的教会史第十卷就表达了这一种乐观的观点。年轻的奥古斯丁曾经也接受过尤西比乌斯的这一种乐观的观点，但是当奥古斯丁撰写《上帝之城》这本书的时候，他已经基本放弃了这种观点，他不再对世界那么的乐观了。因为当罗马帝国遭受严重的挫败，当罗马城被蛮族攻陷，敌对基督教的人认为基督教是罪魁祸首。因此奥古斯丁重新思考他在早期的一些思想观念，最终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这一本神学巨著当中阐述了一种类似于丢葛纳妥书当中所呈现的观点，谈到了上帝之城和地上之城的对立，也谈到了这两座城的共性。奥古斯丁说，在对立的两座城之间存在着强烈的共通之处，这两座城虽然在末日之后会分开，但在当今世界却混杂在一起，像两条线交织在一起。我们需要思考双城论对基督徒来说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奥古斯丁解释说，尽管基督徒通过信仰寻求永恒的幸福，但作为朝圣者，我们可以利用地上之城的资源和遭遇来实现上帝之城的目的，利用地上之城去享有上帝之城，这是我们该有的态度。基督徒利用地上之城来享有上帝之城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基督徒可以利用世上的信仰自由，竭力的传福音，去彰显上帝之城的荣耀。基督徒可以利用地上之城里敌基督的势力对教会的逼迫，来操练信心，预备自己进入荣耀的上帝之城新耶路撒冷。但是我们不能够反其道而行之，不要利用上帝之城的特权来享有地上之城的好处，不要一面祷告上帝从天上赐下祝福，一面我们又像世人一样只是享受那世上的安逸和快乐。很多基督徒就利用祷告的权柄为自己求地上短暂的利益，他们的盼望和满足并不在上帝之城里，而在地上之城里，这就错了。基督徒和世人会管理同样的物质资源，会遭遇同样的社会环境，但是基督徒和世人追求的目标应该是不一样的。基督徒和世人虽然有共通之处，却应该和世人保持着属灵上的对立和分歧。让我们继续回到这本书里，樊卓南总结说，在奥古斯丁那里，基督徒和世界之间存在着强烈的共通之处，也存在着本质上的对立。这种对立和共性为基督徒提供了实践信仰的空间。因着我们与世人之间存在着属灵的对立，所以我们对世俗世界可以进行激烈的反思和批判，并且保守自己与世界分别，免得自己被世俗化，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但也因着基督徒与世人有某种有一些共通之处，所以我们可以基于圣经来构建社会伦理。这一套社会伦理不仅适用于基督徒，也适用于不同信仰的人，可以带给世人普遍的祝福。
我们从历史上看到时代背景对基督徒的思想会有很重要的影响。在初期教会300多年遭遇逼迫的年代，基督徒会很看重教会和世界的对立。在第四世纪之后，当罗马善待基督教，基督徒就会根据当时的时代背景重新调整自己的思想，教会和世界的对立就不再那么的占据人的思想，基督徒和世人之间的共性就会更多的被人们所认可。反观当下，今天在中国等国家，教会受到政府的逼迫，敌对基督的势力掌握着政治权力，他们用法律和政治的名义明目张胆地逼迫基督徒，限制教会的信仰自由。今天当欧美社会基督教信仰衰落，基督徒和世人之间的共识也越来越少，教会和世界的对立不断地增强。那么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在我们的神学思想中，对立和共性这两个主题又该如何协调呢？圣经既谈到了基督徒和非信徒之间的对立，也谈到了两者之间的共性。圣经的真理足够装备我们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回应不同的社会危机。只要我们认识我们所处的时代，通达实务，这样我们才知道如何正确的应用圣经来面对我们当下的问题。我们生活在后基督教时代，欧美社会的基督教信仰在历史上经历过属灵的复兴，但后来逐渐的衰落。只是欧洲和美国基督教信仰衰落的节奏不太一致，美国比欧洲信仰衰落慢了半拍。关于美国的处境，我们以后再谈。今天我们先来戴上奥古斯丁的双城的眼镜，看一下当下的欧洲。从某个角度来说，奥古斯丁是面对着罗马城的废墟写下《上帝之城》这部神学巨著的。我这样说只是一个文学性的说法，并不是一个严格的历史叙述。在罗马的文明岌岌可危的背景下，奥古斯丁看到了地上之城的衰败，但与此同时，奥古斯丁属灵的眼睛也看到了照耀罗马城的日光之上有一座永不衰败的上帝之城。将来那一座完美的新耶路撒冷会从天而降，上帝正在历史中预备上帝之城的子民迎接新耶路撒冷的降临。在罗马衰败之后，上帝之城的子民借着基督信仰，在罗马的废墟和欧洲偏远的蛮荒之地建立了另一座辉煌的城。这座城扩展到整个欧洲，它的光辉照耀到全世界。这座城有上帝之城的光照，有人称它是基督教文明，但基督教文明塑造的国家和社会仍然是地上的国度。它接受了来自上帝之城的光照，但是它并不等于新耶路撒冷。上帝之城的祝福多大程度的临到地上的国度，这取决于地上的国度里有多少人有在多大程度上实践基督教信仰。欧洲秉承了罗马的衣钵，享受了上帝之城的祝福，但是随着基督教信仰的衰落，上帝之城的子民越来越少，上帝之城的光照越来越暗淡。时至今日，像德国、法国、英国、北欧等国家，世俗主义早已经取代了基督教价值观，穆斯林人口也急剧增加。在十字军东征的年代，欧洲人付上了沉重的代价阻挡伊斯兰教的扩张和入侵。
当时的欧洲人用鲜血和生命守护了基督教文明。而当代的主流的历史学家把十字军东征给污名化了。但是那些批判十字军东征的西方自由派学者，恰恰是在十字军东征所保护的基督教文明的社会土壤上，在开展他们所谓的学术自由。他们不珍惜基督教文明的果实，反过来批判基督教文明，却对伊斯兰教长久贩卖奴隶并且至今压迫女性的事实几乎只字不提。就是这样的一些西方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制造的学术氛围，导致整个欧洲逐渐的放弃了信仰的根基，自废武功。当然，欧洲基督教信仰的衰落不能只归咎于这些自由派知识分子，还有其他很多原因。在过去这些年，文化马克思主义制造的政治正确，使得欧洲国家甘愿敞开国门，以行善的名义欢迎穆斯林移民，并为他们提供大量的社会福利。21世纪的穆斯林西征不仅没有受到十字军东征的抵制，反而受到西方国家的热情接待。在历史上，十字军东征的时代，穆斯林没有能够成功的向西方扩张。但是在21世纪全球主义盛行的背景下，穆斯林成功的并且轻而易举的进入了欧洲。当然，每一个人都有权利和自由移民到一个他们想去的国家，只要那个国家愿意接待他。但是穆斯林人口的增多给欧洲社会带来的社会危机，是每一个生活在欧洲的人都无法逃避的重担。随着人口结构的改变，欧洲的穆斯林化几乎势不可挡，而生活在欧洲的非穆斯林的人群中，世俗主义成了主流意识。全球主义的愿景，以气候变化为名的疯狂的环保运动和不理智的能源政策，还有多元主义、社会主义、福利主义等一系列意识形态大行其道，主导了欧洲的政治和文化。在这种情况下，保守派的反弹是必然的。但是保守派的反弹是否可以翻转局面？在2024年7月7号之前，有一些人还对此抱有希望，因为勒庞领导的法国国民联盟在第一轮选举中表现出色，很多人期待法国的政治可以调转方向。但是两个左翼政党的联盟阻止了右翼政党国民联盟成功的脚步，最终法国仍然继续沿着原来的方向向左直奔，甚至奔跑得更快。在法国大选结果出炉之前的两天，英国也举行了议会选举，工党大获全胜，保守党惨败。其实2024年在政治选举中失败的英国保守党早都已经不再保守了，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19世纪末20世纪初，凯波尔努力在荷兰阻挡法国大革命的余波，但是法国大革命的幽灵不断地向整个欧洲乃至全世界蔓延。早在1922年，英国诗人艾洛特写下了《荒原》这首诗，在诗中就已经表现出了文明的更替和时代精神的蜕变。让我们回到19世纪中叶，当另外一位英国作家狄更斯写下《双城记》的时候，法国已经经历了法国大革命的摧残，而当时的英国还得益于保守主义的守护和祝福。
狄更斯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写下了《双城记》的故事。一座城是法国的巴黎，在极端的暴力革命摧残之后，忍受着寒冷的冬天。另一座城是英国的伦敦，还在信仰的光照下经历着温暖的春天。100多年过去了，巴黎的冬天淹没了伦敦的春天。于是在日光之下，再也没有那个最好的时代。日光之下也不再有双城记的故事，巴黎和伦敦变成了同一座城，他们都叫做地上之城。他们都有共同的信仰和愿景，比如说他们都欢迎穆斯林移民，都主张福利主义，推崇全球主义，并且致力于推进气候变化的政治议题。他们都相信相对主义和多元主义，都支持 LGBTQ 的意识形态，都推崇大政府，倾向于社会主义。所有这些观念和愿景都在试图拆毁上帝设立的秩序，去追求只有人类幸福的乌托邦。这是典型的地上之城。作为基督徒，上帝之城的公民，我们如何看待这个世界发展的趋势呢？如果我们按照上一次谈到的新加尔文主义的救赎性的文化转变主义，大概可以有三种思路，但这三种思路都行不通。第一种思路，你会期待把政治和文化转变成基督化的模式，这样的一种理想在不断的受到挫败。欧洲一而再再而三的失败，加拿大也在失败，美国也在岌岌可危。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的大趋势都和新加尔文主义的愿景背道而驰。如果真的像新加尔文主义所设想的，上帝在末日的国度是要通过文化的转变来实现的，那么上帝的国度岂不是失败了吗？新加尔文主义者如何面对这一次又一次在政治和文化上的挫败呢？这是一种令人灰心的思路。所以有人会提供第二种思路，他们会认为在今天在欧美社会并不是抵挡上帝的，而是促进社会的繁荣和进步的。如果新加尔文主义者持守这种思路，那么我就要提醒他们，新加尔文主义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强调基督教世界观和非基督教世界观之间的对立。因为这两种世界观前提和假设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一定会产生两种对立的世界观。文化马克思主义、环境主义、全球主义、社会主义，这些思想的前提假设都和圣经真理背道而驰。另外不要忘记，凯伯尔就是因为看到了法国大革命的危害而开启了新加尔文主义的路径。那么今天的新加尔文主义者如果去拥抱这种去基督化的世俗主义的政治议程，那么凯伯尔的在天之灵恐怕不会承认他们是自己的门生。前两个思路都走不通。也许有人会采纳第三种思路，他们会说眼前的失败是暂时的，而恰恰是因为这个世界走向一个错误的方向，所以我们才需要更加积极努力地去改变文化，翻转政治局势。我们相信最终我们可以得胜。那这一种思路提供了一种积极参与世界、积极转变文化的动力，这种永不言败的精神固然可贵，但是我们不能够用错误的动机来为自己提供改变世界的积极性。
我们不仅要做正确的事情，还要保持正确的动机和目的。我们有责任参与文化，参与政治，但是这些事情不是在促进天国的实现，而只是忠心地按着上帝的心意护理上帝创造的世界。而这则是两国论的传统思想。所以传统的两国论思想并不是教我们消极避世，而只是告诉我们，我们积极入世的目标不是在世上实现天国，因为天国的圆满实现是基督再来之后带来完美的无形教会才能实现的，教会才是上帝救赎国度的彰显，而这个世界的文化和政治并不是救赎国度的范畴。我们应该积极地改变世界上堕落的文化，但是我们要用正确的动机去做这件事。我们的动机只是对上帝忠心，忠心地按照上帝的心意去护理他创造的世界，而不是把这个世界改造成人间天堂。奥古斯丁的双城论和后来发展出来的两国论还不一样，但是奥古斯丁的双城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比新加尔文主义更好的视角来看待当今世界的局势。地上之城的兴衰不能够否定上帝之城的得胜和永存，世上的基督教文明有上帝之城的光照，但还不等于上帝之城。基督教文明的衰败也不代表上帝的国失败了。当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朝着错误的方向一去不回头，我们可以感到失望，但是我们随即去思想基督的再来，就可以用对上帝之城荣耀的盼望抹去我们心中对地上之城的失望。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要来实行审判，结束这个堕落的世界，在他完美的国度里，他实行公义的统治，这是我们的盼望。这并不是说在基督再来之前，我们对待世界的败坏就不管不问，我们的确应该积极地去影响世界，积极地进入世界的各个领域，按照上帝喜悦的方式去影响这个世界的文化和政治。但是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只是为天国做见证，而不是把世界改造成天国。在后基督教时代，世人越来越不欢迎基督，所以当我们在各个领域为基督做见证，我们就会受逼迫，而这恰恰就是主耶稣和众使徒在圣经中教导我们要做的准备。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敌基督的力量会暂时得胜，我们会受到敌基督势力的逼迫。在奥古斯丁之前的罗马是这样，在21世纪的当下也是如此，而我们有为义受逼迫的勇气，是因为我们知道地上之城的得胜是暂时的，当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的救主会毁灭仇敌，上帝之城会荣耀的降临，上帝之城会最终得胜，那是我们的盼望。我们对堕落的世界是悲观的，但我们并不是带着悲观的态度去生活，因为我们不属于这个令我们悲观的世界，我们属于上帝之城。下一次我们谈自然法与两个国度的第三章双剑论。